欢迎大家来到妙想天开。今日去完酒店 check in 之后，我们的第一个节目就去这个横琴创新坊里面的国家地理探索中心，里面超多东西玩，超多东西学的。我们去到商场上一层楼二楼，跟住就走过去这个国家地理探索中心，真是美国那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开的。咁我哋咧就預先咧喺美團上面買咗個團購啦。咁如果係話一大一細嘅話咧，只需要係256蚊嘅啫，超抵玩啊！你可以玩足全日都得，因為裏邊有餐廳嘅，所以嚟講咧，你真係可以玩好耐都得噶。買咗 coupon 之後咧。咁啊！啲職員掃完你個 QR code 咧之後咧，我哋就入咗嚟啦。首先嚟到咧，有一個學堂咁樣嘅地方嘅，我哋一齊睇下啦。行啦，三二一，小人物进发啦！12个小时，太少了。记得而家问下啲关于红包嘅特别啲嘅问题，出嚟就派啲特别俾所有嘅小朋友添。然之后咧，我哋就去下一个景点啦。我哋睇下下一个场地有啲咩玩先。我哋一路行一路行，行到入边。这个呢就是陨化石的，那我们就进去玩一下啦。它是呢每人一部电脑，用你的手带呢就启动这个游戏，启动完之后呢，它就要求你去特定的地区找回那一个化石的。是啦，就好像这样，我们现在要找这个类型的化石。那我们找到之后呢，就嘟一嘟，如果嘟得啱的话呢，这个荧光幕电脑那边呢也都有相应的显示的。之后呢，我们去了下一个地方啦。这个游戏是玩什么呢？就是玩跑步的，跟不同的跑动物一起斗快跑步。看看阿妹同跑得几快。另一个游戏呢就超多小朋友玩的，这个就是 VR 的堆沙游戏，是一个创造天地的游戏来的。如果你挖得浅，挖走多些泥沙的话，它就形成一个海，堆高些山呢，沙呢就会成为一个草地啦，再高啲咧就成为一个沙丘，甚至一个火山咁样，亦都有唔同嘅天气，譬如话火山爆发啦，亦都会有龙卷风咁嘅出现噶、哦。所以嚟讲咧，佢一好有一个互动性嘅，同埋佢教你咁样，哦，拨埋啲沙咁样堆高啲沙咧，就成为一座山丘。咁会有雀仔啦，有海里边有唔同嘅动物啦，亦都会有狮子咬死啲斑马咁嘅情况嘅，呢个互动咧就几得意啊，好好玩啊！同埋呢只鹿咧，好似冇路走喎，你要拨开啲泥沙，俾创造啲陆地俾佢啦。所有小朋友咧喺呢度咧玩呢个沙咧，都玩得超开心啊！佢有好多个呢啲咁样嘅沙池，互动沙池啦。我觉得就真系呢个几创新，几好玩。个互动性咧，就随住你点样堆啲泥沙咧，而创造唔同嘅天地、天气、动物、哦，亦都有海龟，亦都有呢个鲸鱼、鲨鱼咁样嘅，有狮子、斑马、飞鸟。
睇下我哋整咗劲大个海洋啊！陆地呢方面咧，亦都好多动物、啊，超级好玩啊！呢、這个 game。然之后咧，就去睇下呢个动物之旅。动物之旅系讲啲乜嘢呢？阵间就去睇啦。呢度咧系做啲手工艺嘅，因为手工艺咧就快啲开始啊，所以去到我哋就玩咗呢个手工艺先。其实咧系非常之简单嘅手工艺，就用啲雪条棍啦，同埋用啲颜色纸咧黐埋一齐，模拟做一个火炬咁样嘅。大家睇下阿妹，好认真咁样做啊！八兽乱舞系讲啲乜嘢嘅呢？我哋一齐入去睇下先。八兽乱舞，这个我的敏感肌最丑的动物之一，袋鼠。袋鼠拥有一双强有力的腿，手臂比较短，或者是真的是对袋鼠放风。我们现在正在放松，来找点乐子吧。一双超短的腿，所以他们要张开脚蹼来保持平衡。让我们一起来跳起了乐舞。太劲爆了！下一个登场的是一位著名的舞蹈家，别担心，我们一定能从他身上学到东西。有请孔雀之都，他的秋天绝对十分狂野，抱着巨猪的腿。天，我真的很骄傲。下一个我们要慢下来。企鹅越步，蜘蛛舞，就是这样，你确实学会了。鸵鸟秋舞，哈哈，对了，不错。啊，看这个铁哥和我永远的搭档。哇，大妹，同学们，你们太棒了！从你的得分来看，你们都是舞坛的。跳完舞之后咧，我哋去呢个深海探秘嘅，睇下有啲咩玩先。好似坐咗一架破冰船，又好似潜艇咁样、哦。睇下系玩啲咩游戏先。哦，入到去原来系一架破冰船，应该系潜艇嚟嘅、哦。我哋睇下有啲咩玩嘅先。潜水啊！我哋系开始潜落水底啊！冰船啊！哎，潜落水底啦！潜水艇啊！水底。而家系水底啦！睇下上边啊，仔。啲船喺度摆啦，啲船喺度。都冇嘢得睇啊！我记得鱼啊！而家冇鲨鱼，而家冇鲨鱼啊！水底啊，我哋而家系。冇鲨鱼啊！有鲨鱼咩？有鲨鱼啊！阿杰嚟架先生。我们接着跟我们去打一局。马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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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情節嚟嘅呢個，係咁啊，有陣味啊，係嗰陣味就係呢陣味。真係壞車壞船，壞船啊！哇，棘住咗啊，仔點算啊？所以唔好落火油。我而家七百幾米啊！我哋而家去到七百幾米啊！係啊，太遠啦！我哋幾日都未落翻去過。哇！要啊！你等下，即係我哋嚟講咧，水果嚟㗎。哇！點算啊？驚唔驚？假假㗎，假㗎，假㗎，假㗎。你搶翻去喎！而家搶翻去喎！而家。上翻去咧，又點解咧？你上翻去咧，就落翻啲水，變咗好味好先啦，就嚟出嚟啦。哦，你啱完只鯨魚噶嚇，我哋咧就係鯨魚。不要，唔好講我。只鯨魚夠曬。多謝。哦，坐完潛水艇之後咧，我哋就去睇呢個動物之旅啦。呢個係。360度的電影，我們看看是哪一部。厕所咧都好有呢个动物嘅色彩嘅，大家睇下，参观下呢个厕所先。最重要咧干净，冇异味，同埋佢都粉饰得几靓啊！呢个森林原野嘅厕所，我哋出翻嚟又再去玩唔同嘅游戏啦，都劲多人排队啊！所以我們就沒排你過了。剛才經過這個潛水艇，再走前一點看看有些什麼先。有城網啦，可以撳上去玩的小朋友，大家看看，我仔已經撳了上去很高點了。然後呢，我們就入了另一個地方。這個遊戲就是回遊戲答問題的。敲石头，哎，没的没的，慢点慢点啦，剪刀石头，也不这么快呀、啊，你再回你座位坐一下，你的座位在这里吗？第一架探空梭进行飞行测试的地点是在一艘蒸汽船的后舱里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哎，你稍等一下，还有吗？这是真的，是假的？有那个鼓的在里面上。确定吗？好，那我就选。之后我哋继续玩啦。呢度咧有部晒相机，每个 WeChat account 咧就可以晒一张相，好简单嘅啫。扫描咗之后咧。就可以 upload 你张相上去，佢即时咧就彩色打印翻出嚟俾你嘅。咁啊，历时都系一两分钟嘅时间嘅啫，超快嘅。但留意啦，就每个 WeChat account 只限一张嘅啫。咁如果你系有两个唔同嘅电话号码嘅 WeChat 咧，就可以晒两张咁样啦。我试过取消关注再晒一张咧，都系唔得嘅，所以咧真系一部机就用一次嘅啫。晒出嚟嘅质素都好靓嘅。另外有一个巨型扭蛋机嘅，系配合酒店嘅横琴海嘅酒店啦。如果系有啲酒店嘅 package 嘅话咧，先会送到嗰个扭蛋机嗰个 coupon 嘅啫。另外呢部机都几得意嘅。
呢边咧就会有个小餐厅啦，有啲简餐啊、零食咁样买嘅。呢、这个古墓就系、是、其实系个波波池嘅啫，小型嘅波波池。仲有呢个咧，就系、是、坐呢个车嘅。我上去睇睇先。咁啊，佢无疑咧就系、是、坐喺架吉普车入边啦，四周围去探险。之后咧就朋友仔咧就买个雪糕啊，好得意喎！个雪糕咧佢即时吸出嚟，跟住攞过嚟俾你咁样，因为电动机械人卖雪糕机，几得意啊，几新式。香港咧就应该唔多国眼有呢啲咁嘅机器。咁我哋玩咗大概两个钟头到咧，其实已经玩晒里面嘅所有嘢噶啦。咁样就寓学习于娱乐啦，侧边亦都有啲精品卖嘅，都几得意啊，好多。好多公仔啊，有啲唔同嘅精品可以喺度买嘅。下条片继续同大家 share 呢个珠海横琴两日一游之旅啦，多谢晒，拜拜。